那姐又来了，今天要介绍这个陀螺玩具，还蛮好玩的。这磁铁两边一个连，可不就得轨道了？啊呢，一直转，速度不够快哦，就慢了哦。伊啊较紧的时阵啊，有七彩炫灯，这速度够不够紧？因为我才刚拿到，还不会玩，所以我就先拍一下。这个好像还蛮好的，然后它可以在地上打陀螺啊，重点好像是这样，靠腰，然后用剩的这样来搞起来呗。反正这个应该会不错玩。嗯，它不会掉了哈，甩很大力它也不会掉，还是捏在那，吸下来那头发包好了。哦哦哦，真有了有了，我操你妈！哦my god！ 哦耶！我靠哟！再次挑战，已经获胜了，靠！哇，这个好像一个酷水啦喂，就转。还蛮好玩的呢，看这个会卖哦，来哦，贝贝金哦，贝贝乖金啊，哎，你看，一开始刚刚最快的手势的时候是没办法的，这个是磁铁呢，然后来了，哎，刚刚有听到那个声音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然后它可以打到地上当陀螺。我好帅呢，酷死！打胜呢？可能被人变高冷。但是这个好像真的不错。那也怕来。换手，手酸了。真辛苦了。嗯，还是从左边做台阶。我就算了，应该叫一个让伊的囡仔来试较紧，但我怕你偷摸啊。你能高潮是这么的不容易。几点难找啊？不，叔叔，你的叔叔，你那三个包包什么呢？我们七彩炫光再来一次哦，这个要练习一下，因为我刚拿到了哈，可能有技巧的。哦，有了，转了，给你啊，可以哦，搁定起 ，tempo 不对，这样嘛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还不够快，所以没有那个炫光。哇，这是在添的，这是添音啊，添大人。但是它真的不会掉啊，还设计的蛮不错，就吸的还蛮紧的。好，我把它甩到地上去好了，它好像可以当陀螺了，但是我一定要炫光。
风轻轻诶，未歹算诶。二三四，你要亮了没？来了来了，哦，终于会了，好像会了，高潮，几点？靠，要慢慢等。看等一下甩到地上会是怎样。出去！有在动了！哇，赞！第一秒，哇，这个东西赞，好屌！还在转呢，看无人惊，不好意思，跟人紧啦。哇，还在转呢。好厉害！哦 ，stop。